本鱼篓之人，时举孝廉。后来天下大乱，我在家乡构筑房舍，本想以此离世避祸，春夏读书，秋冬狩猎，以此度日，等待天下太平。不想朝廷征我从军，封为点军校尉。从此告别以往闲散生活，替国家效力，征讨四方贼寇。初时我之愿望是死后在墓碑上题曰：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。然而自从剿黄巾时，讨董卓，除袁术，破吕布，灭袁绍，定刘表，终于荡平天下，威加四海。如今为身为丞相，人臣之贵已到极点，复有何望哉？